把满闸斩封钓子。这是一颗苹果，葡萄 ，OK， 葡萄的，这是什么？漂流木、哦，它还有要求哦，高级食材哦，在我后边啊，拿来钓鱼了，哦，它刚长出来而已，借一个哎。这个试试看啊，我的是野鸡，什么都有啊。下去就有讯号了。
这不算数。用本子啊，你看看。落地啊！半滴啊！哦，钓到了，特别的啊！找一颗眼睛，它长香菇，是什么菇？哦，香菇的菇。哇！那葡萄还是拿来吃吧，钓鱼浪费。葡萄还是拿来自己吃，钓鱼就浪费。飓风的啦，钓鱼都钓了，我都要挡起来。快快起来！
迟钝。我的八字环被他带走了啦。Hello， 我是吴白啊，看样子天气还不够冷啊，等够冷再来这边吧。阿福还是太多，真的，下去就咬，这边都会咬。OK， 好啦，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